反正一级你走地，对面这个组合也没有任何让你不能上车的能力。换血换的很好，还有一个白盾就挡了一下普攻。对，已经看到卡纳维了。看到了。对。但阿乐这个线很难受啊，他想送进去，卡纳维硬来了，这边可能会被打一套。要来一套了，二段跳走，对，找的角度跳了两段，但还是被异技能爆了一波血量，会来一波，他在那边已经拼信号了，是的，要动一下牙膏，但是动牙膏不是很好，但看岩柱抬回来了，那好像就有点说法了，先丢个小盾牌 W 开起来，没有位置可以抵墙，流沙已经走了，是，但还是想再绕一波。这波还是有红霸，如果能粘住阿乐没跳的话，有可能会打闪。哎，错开了，而且小兵好像看到了，开绕等他的。现在阿乐要拖时间，等他再过来。哦，交闪了，交闪了，等不住了，一个 E 给粘过 ，W 抬起来 ，Q 过来，直接一个 E， 最后由卡纳比拿下了阿乐的一血，要命，一套肯定要死。对，真的很会找位置蹲，绕了一下。第一波阿乐是一技能啊，躲掉了三六九的 Q， 绕一下。带阿乐去放眼，然后这个位置是被三六九直接卡死，然后也非常果断交闪，但已经被叠满了四层的一个被动，而人头还是没有那种前期会打上的，对，都是 LNG 去打上路。六级啦，但这波是没火的，没火就消耗你。大中了有机会杀，看三六有技能了 ，Q 好了 ，A 一下还差一下，还差一下 ，A 两下平 A， 三六九单杀了阿乐。而左边下半区你打起来有机会单杀吗？距离不够了，但是后部这里可以翻墙走。一个回头 Q， 但伤害不够，牙膏在先锋坑是倒下了。后续的残局，卡纳比在追击杜硬币，还在平 A， 但有个爆裂球过，杜硬币这边应该是可以打爆裂球过走。对。就他该吸啊，这英雄选择就想吸，他战也很懂啊，赶紧来上路帮忙缓解一波，因为知道对面拿先锋了，有机会抓三六九嘛。阿乐也快变大了，三六九先 Q 甩大招定住了对面的波比，波比没闪现的 W 再减速一下，再等沙皇过来支援的 W 拍到了 推回来，那死了，这位置看人头能不能让一下，把握好这个先锋的时间哦。哎，真没闪现的推回去应该要死吧？死了这个位置，扑了一下，但卡拉比一个一牙膏拿到了人头。现在直接要上去放先锋，还是盯着那个医学塔？对，但这边来动高子哥，想顶墙没顶上去 ，W 开出来闪现躲岩拖猫的大招定住了，但是在塔下上来了，得看一眼，不敢打了，因为阿乐这个位置很不安全，而且不好走。对，不好走，被拦住了。但怒气还可以，但塔要没了，问题是而且单人的伤害好高，大招空掉了。对，大招，哇，再撞一头，再撞一头，这是一先锋呀。但他能在野区地动到了卡纳比，伤害够杀吗 ？W 被走位扭掉，很想留，但是那也是四成的一个装备被动被打出来了，反手卡纳比开始大步，塔神的血量瞬间不见。三六九这边拿下了人头，又卡纳比还可以捡一个魂再变身，这个伤害呀、有一把破败呀、有破败呀，这个E技能开出来几拳下去，他那直接没血了，是一个红 buff， 牙膏也到了啊。杜毅虽然在野区尝试防守一下，可能上半区置换一下，哇 ，TP 手还不想给，但是也有 TP， 两个 TP 过来硬拆下来，三六九先调整位置，怕杜毅直接岩突把他留下来，岩突是空掉了，以及你可以说高子哥的沙皇这把都可以变成一个先手的武器，对，高子哥这个沙皇其实蛮爱开先手的。野区看到，但是他的就在赖的旁边，反手要来留卡纳比，在卡纳露露也来保，密信赶到了很及时，卡纳比过来要硬拆了，大招出来，杜英斌是没盾的，在接台，先锤走一个，直接撤退，扛塔的是卡纳比，主要卡纳比，杜英斌因为有大招，先把中路线给清掉，想直接开了嘛，定阿乐要找阿乐，但阿乐是水银鞋的，滴血没秒掉，而且三六九大招交过了，岩决先封个墙过来。Light 粘到了三六九脸上，但是 A 不动人啊。这边战场上杜英先被打一套，要拉开了。阿乐变大了以后，京东选择暂时性撤退，是等这个纳尔变小再回来打。京东这波把阿乐主动的打大以后 ，LNG 现在是想要看阿乐还有怒气的这段时间，把龙给直接秒掉。但是这毕竟是一万点血的一个龙啊，三六九回家不满的状态 TP 到正面，这时候有可能是个拼成的一个局面。哎呀，龙拉多了。看波比这一锤能锤吗？锤到个露露抬回来了，但有点肉。这边先顶卡纳维，但是他呢一个人进去打不过，超级班长看起来龙还没拿到了。这边的话，泽利输出弓箭非常的好，牙膏继续想推，逼出对面两个闪现，阿乐赶紧跳走，有个爆炸果实打出了一个盾弓，没有死人这一波。凯格斯过来，哦呦，后坡这个位置是杜英币带着绿毛直接过来找，但前方没有视野了啊、打了一套，打了个抓了盾弓 ，CD 还没好的时候，强行想切一波，但没切掉。直接往下靠吧，这波，但想越猪妹还是有点难度的吧？推到墙上了，但好肉啊，这个猪妹。岩突再补上，但是三六九还是 Q 出来了。
连点火都挂了，摩天东方就交就要杀369还没死，最终阿乐终于是拿到了这个人头，卡拉比赶过来一个 W 对密室直接开表，阿乐在扛塔哦，这时候 Missy 以及 Hope 也赶到了一个正面， LNG 也没有把这个贝塔给拆掉，在上路牙刚是把贝塔给带掉以后收到了对面两个人的一个夹击，但是原地盖了一个太阳圆盘直接反打，他人不敢扛着防御塔，而且 Light 这个位置好像也没有办法给予牙刚压力，隔墙的一个披萨没有丢到，感谢阿乐也踢过来了，都包过来了。这边三个人阿乐扛塔的话，牙还是没有机会的。盟友只有这个太阳圆盘与塔合为一体，这里要上演一个一打三吗？想推，但是被盾给挡了，推到两个人，阿乐被扛在了塔上。哇，这波牙膏想秀差一点点凯旋回了，但是一个强龙不好乱扛啊，主要感觉京东会想开团先封一下，想乱了四秒多的时间，369有来的机会，阿乐上去带着猫来人了，两千血龙怎么说先把人给撞走，龙又被拉脱掉了，但经过大招开的还可以，这边的话高速要进场吗？看龙是谁的，被波子给扯了下来，卡到妹子这边雪人已经残了，这个 Q 技能挂得很好，沿路再突围了一个猪妹，369先被秒掉，后补一个人贴到龙坑里被撞走了，没有机会上墙，这边的话高速一个人戳四个，对面还有个小猫开了个精神起来，要不要紧张等死，三杀可以拿大龙，我的指挥在画面上很明显的是他想要硬拿龙这个龙，对你请直接被逼兜，他是因为他也没有真的那么的肉，这边有点机会来了，但他是开启了坚定风采，被的大招甩到以后，卡拉比在贴身直接输出自己抡起了一个大锤，一套伤害，但他是还是有半血的。想这波感觉 LNG 是可以接的呀，这面已经来了，下路高地要被小兵给拆掉，这边怎么说阿乐怒气攒的还可以，这个位置有机会推一个好大招，推回来三个人，而且 Light 没有人管，输出位置太好了，猫赶紧换了个宿主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掉下来了，这边的话闺蜜小严都没抬到，宁少爱直接灌死，闪现躲了个台，高地冲了进去交了个金身，后部只剩一丝的血量， Light 还在清兵线，这边还能操作吗？牙哥这里和绿毛进去，后部赶紧换个宿主，打结束了，我觉得这个京东已经打得算可以了，打得最好的一波了，反而是正面，你看这个机会在旁边输出，没人管他。是，这波其实两边就是互顶前排嘛。我阿乐真的是顶得非常的久，而且一开始输出猫是不在身上的。是，这小猫为啥掉地上了？哎，对，没动，对吧？他也可能没看自己位置，一开始没附身。对他原地放了两个技能，对他没换车。我当时就在看为什么小猫掉地上了。他愣住了，而且他想单杀牙膏，但发现伤害不够。是，但可能前期还是比较优势吧，不是这个前期伤害高，两个打七千的，对，要提速啊，开地化，欧印了，想直接欧印，很快哦，因为现在装备都已经是四件套了，锤，锤走了猪，看成拿下了，卡拉比可以变身，直接变身炸了一个很高的一个 AOE， 但自己能扛住吗？开了一块表，但是队友好像没办法过来救，被顶到了，变牙起来开大招，赶紧溜，交了块表，正面兄弟们来救一下，阿乐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大招了，这边的话打了一个肉搏战，而且先杀掉对面轮子吗？阿乐再跳了上来，甚至有这边很危险，后部也倒了，可以反包，对面的状态非常的饱满，他在粘住了 Missy， 只剩猪了，只剩一个小猪了，而且有个小猫给盾给奶死不了 ，Missy 被他这粘住，哇，完成以后他是拿下了自己的人头，还有一个小。维恩，有点长啊，只剩下一个369能守住 JDG 的第一小局吗？想清小兵，想清线，自己还是猪妹还是猫掉了，猫怎么倒了？那这样的话，六哥还在顶，还在顶，又打一个一。拖住了，开疾跑过来，卡纳维但岩雪好克制这个贝尔维斯。是的，朱银币还在输出，打石川，要被玩死了。被套了一个虚弱，那你赶紧往后位移。得走得走。牙膏这波有 TP 的，看有没有想法追。击中路了，击中路了。想留人，想留人，不想给阿乐走。后不来了，强穿激光，穿得到吗？没死。469比369高了100。这波杀晚一点的话，有机会等龙魂的。但还有一个牙膏，想抓门，杀兵慢了一点，没有打断，在堵宝宝巴士的阿乐。白热化阶段，现在两边都有机会拼惩啊，有机会拼惩啊，都是一波的说法。先顶了上去，开 W 接力波的，赶紧溜，沿途抬抬可以吧？卡拉没打了残血，大招定住了，要不要对面的后排机会而死了？反手稍微一个佩佩闪现给躲开，还手两个残血进不来，但是阿乐马上变大了，上有个猫，先杀了一个沙皇，阿乐变大了以后战斗力非常强，这个小猫给了太多的帮助，卡拉没赶紧穿墙而走，这边找到了银币哥，但银币哥手上还有些保命手段吗？想到银币哥，也出了 Q 到两个人，阿乐想推没有推到人，又被一波到腹地了，但银币这里我又没有被切掉，开了一块表。他先换掉了卡拉比，阿乐这个位置变小了，但是身上有猫，三九九这边还要追，
最后拉开以后，后头一个强光刚过来，是先点死了他森，只剩下阿乐以及绿毛两个人，现在是二打三的一个残局。猫再给一个火力王顺，三六九贴上来，感觉阿乐这里吃到后面的伤还是吃不住的，还在给减速两层的一个竹梅被动，反向的一个逃跑，三六九再往前一个连加，还在给一个一旦有大招的呀，大招都打好了，最后后面是拿下了这个瞎档，也把绿毛给击杀 ，double kill 陆带，比赛还有悬念。主要 light 先被秒了，这波卡纳比终于碰到后排，终于摸到了。大龙坑，因为现在秒大龙速度也很快，他有可以用强慢风。牙膏飘过去是看到阿乐先戳一套，卡拉比过去一个 W 技能没有中，强攻激光吃到581，阿乐这个位置赶紧快一快秒，他只是把一个人给吹走以后自己壁咚进去。但京东这边也是没有恋战，看到 Light 这边带着猫给了魔点中，当时往后拉开，正面三六九再从侧翼赶到以后是在牛毒硬币，三层的一个被动自己先被打残，三六九先倒了。而且进场了，虽然大招开的还可以，牙膏直播后不贴脸了，想杀人，甚至还有复活甲残血没有死，再压起身一个 Q 能踹出来死了，而且牙膏贴脸拿下一个 Triple Q， 只剩下了一个阿乐，这波团战京东居然都接赢了，四杀的高子哥，有的沙皇啊，哇，高子哥这把的沙皇太夸张了。苏瑞玛，你们的皇帝，这是真皇帝啊！上路一波，中路一波，现在大龙坑再来一波，全是操作。我这把玩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是一个彗星加炉灯，不是那种打后期厉害的征服者加面具。当我们打到六神装，就打到游戏4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将焦点全部聚焦在两边的射手位的时候，但我们忘记曾经有一个中单英雄，他被称作后期的唯一大哥。是的，虽然这个版本很少打。